跟上，不要停，停就站不起来了。快跟上，不能停。 快速前进！ 新平阳，看来反攻的第一仗就要在这里打响了。Hell's Gate， 中文怎么说？鬼门关。 主要问题是，他是谁的鬼门关？谁打输了，他就是谁的鬼门关。有把握吗？我们已经在栏姆家苦练了一年多了。据前方114团李红团长报告，侦察兵已经摸清楚了敌人的布防情况。鬼门关内共有12个山头阵地，我们选择守攻的，不是最靠前的，也不是最低矮。 而是比较靠后的，敌人认为十分安全的第4个山头。李团长给这个山头的命名是“子字之地”。我们反攻缅北第一仗，必须给敌人来一个出其不意。 这帮狗日的还真把这当自己家了是吧？最好他们全跑。哎，警长，下命令吧。这帮狗日的，光着腚去见阎王。你俩，开炮！
相談はどうして来なかったの？行こう。
董指挥，114团报告，子阵地已经拿下，共有日军一个中队109人，其中50多人引爆炸药自杀。另外，鬼门关内的12个山头阵地共驻扎日军1500余人。Goddamn devils！ 下一步呢？按部就班。李红团长已经给这12个山头阵地按地质的顺序排了号，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个个的往下拿，哼，看看日军能够坚持到第几个。如果你确定鬼门关你能拿得下，我立刻通知皮克将军，10天之内保证把鬼门关上的鬼通通肃清。至于如何将鬼门关的关隘变成公路，那就要看皮克将军的工兵部队了。OK。魏山头已经被拿下，魏是哪一个？第8个，英文字母的位置。太复杂了，用阿拉伯数字。不用了，剩下几个山头，鬼子坚持不住，不战而逃，鬼门关已经全部被拿下。通知皮克将军加速巡逻。是。我有个请求，说，我要去战场亲手杀几个鬼子。你以为我不想吗？我是总指挥官，你是我的联络官，我们的位置就在这里。我知道，但是我去。是。Go！ 剩下的大人下山来看我们的。前一段干得不错，下一个进攻目标。余邦有守敌一个大队，且一面临水，三面森林，攻势坚固。我要求总部派2个团并配山炮投入余邦作战，但是。公路未通，补给困难，总部不准索取，只有依靠现有的兵力硬打了。先声夺人，虎口拔牙，有问题吗？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下了就是探进脑袋去也得拔。好，先期到达余邦的兵力有多少？现在只有1个连，兵力不足，我担心寡不敌众啊。只要进攻余邦能为主力集结争取时间，这个连就是打光了。是。好。你的114团离余邦最近，命令李克己拿下临兵后迅速增援余邦。是。Thank you.
将军，余邦捷报。收。老段，欢迎你来前线。爸，我从昆明带了一支工兵部队来增援。我告诉你，你的大儿子是好样的。皮克将军给他的评价非常高。谢谢。听见了吧？你得向你大哥看齐。是。你啊，你不是一直想去前线对吧？是啊。机会就来了。余邦拿下来了，等我跟你爸聊完了，你陪他去余邦。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是。等等，兄弟们，你们受委屈了。等打完了仗，我来接你们回家。获日军第十八师团1200名俘虏，如何处置？派人去审一下。凡是在南京参战过的日本军人，都是死有余辜，都应该被枪毙。师座，你说什么？枪毙？这不是杀战俘吗？这不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呀。年轻人，你读过日内瓦战俘公约？是的，师座，我也读过。但是这些毫无人性的日本畜生们，在白山黑水的中国东北，在华北，在南京，在全中国，他们什么时候执行过日内瓦公约？国际公约是给人制定的，不是给畜生。解押去了。是。应该怎样对待俘虏？我们应该遵守军人的道德。日本军人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他们什么时候有过人性？什么时候遵守过国际法？你知道什么叫仇深似海，不共戴天吗？南京几十万人手无寸铁，被他们屠杀了，血染长江。抗战以来，日军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妄图灭我民族。你妈妈，一个小脚老太太，坐在轮椅上，在家里等着我们回去吃团圆饭，她招谁惹谁了？这帮畜生！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吗？当然知道。日本人逼迫中国在割让山东的巴黎会议上签字，激起了学生和国民的愤怒，才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爱国运动。嗯，知道中国要在那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的消息，是谁透露出来的吗？
你怎么现在说这个呀？有些事情该让你知道了。你需要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叫邓云街。邓云街，不就是他力主要在巴黎会议上签字，后来被爱国人士给打死了？他不是个大汉奸吗？住口！以后不许那么说。他是被诬陷成汉奸的，而杀害他的人才是真正和日本人勾结的汉奸。这是怎么回事？事情的真相是，邓云街是当时中国政府派往巴黎和会的外交官，他的使命就是要在出卖山东的合约上签字。他是个爱国者，他不愿做这种事情，可他是政府官员，无法抗命。于是他冒着巨大的危险把这个消息给透露出来，这才激起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阻止了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的签字。可没想到他刚一回国就被汉奸给暗杀了，他的太太当场死亡。等我匆匆赶到，他已经重伤致命，把襁褓中的婴儿托付给我之后含冤死去。把孩子托付给了你？对。我明白了，这个孩子就是三弟郑国。郑国自以为聪明，他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还查看了当时的报纸，自以为了解了真相，认定自己就是我们抱回来那个孩子。其实他错了。我，对，邓云街是你的亲生父亲。以前没告诉你，是因为还没弄清真相。我们不能把一个汉奸之子的压力转给你。现在，我终于可以告慰我九泉之下的老朋友，尘缘已洗。真相大白，政府已经为他恢复名义，尊他为烈士，所以你跟日本人是有杀父之仇的。跟着史地雷，狠狠地揍一些石板，让你父亲的在天之灵为你自豪。真叫鸟枪换炮，完美，太完美了！别老拍外国人马屁，
美国人东西也不一定好使。我觉得咱们的中正步枪挺好，也没少打鬼子。打仗，军人素质第一，武器装备第三。那第二呢？胆量。也是啊，没胆你也不敢脱俄。嘿，哎哎哎，去！别扯闲话了，玲子，哎，过来。看见四号区域那几个鬼子没有？看见了，给我扔几个炮弹过去。是。打准点啊！好嘞。怎么打的？那鬼子毛都没炸着。你小子眼珠子长屁股上了是吧？美国教官教你的都白教了，都赶紧滚蛋啊！你跟上位吵架，你不能跟我撒脾气，是不是？哎，林子，当一翻译还行，开炮有一棒槌呀。你不是棒槌，你来，你来，来来，你来，来就来。行了，自从撤出了滇西。我是天天想着要打回高丽拱山，现在缅北战事一开啊，我这心里更是痒。你们都看见了，我天天往师团指挥所跑，舔着我这张脸软磨硬泡，对吧？好不容易给咱们辅导营的弟兄们要下了进入江岸阵地轮战的机会，上头对咱们多好啊！这么好的炮给了咱们，这比小鬼子小钢炮强多了吧？啊，你看看你。连小鬼子的毛都没炸着，我哎，警长，警长，你看看谁来了？詹姆斯，詹姆斯，哎，詹，兄弟，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我是美军顾问团炮兵训练的负责人，来帮助中国士兵掌握各种火炮技术。来的真是时候，就是有点太突然了，我接受不了啊。在那五千四年营碰到你哥哥杜安国的时候，他也很惊讶。简单的说吧，我离开英军加入美军了。管他呢，能打小鬼子就行，对不对？你小子怎么就加入美军了呢？啊，我记得你们说过树挪死人挪活，就是要慢慢说。You can start the training of fire bombs on the Chinese soldiers. I'm going to talk with my old friend. Yes, sir. 走，我请你喝美国咖啡。还记着呢，够意思啊！走，哎，走，哎，炮都给我打准点啊！我担心过你的最好的咖啡，够意思。Good， 坐。老詹，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啊！其实收复缅甸和我班上并没有具体的关系，可我是个军人，我更看重的是荣誉。这有一点我不明白，你之前是英军军官对吧？现在又穿上美军制服，你小子把我弄糊涂了啊！这是因为我父亲战前就加入了美国籍，所以我也加入了美国籍。我就是不服气，为了能够跟着徐迪威将军打回缅甸，在兰姆加我已经帮助训练了 X 部队，现在我又被派来训练 Y 部队，当然这是我自己要求的。看来你小子也是个不打仗浑身就会痒痒的主啊。Yes， 我带来的都是最好的美国教官。会让你的士兵成为最好的炮手，我相信。谢谢你，兄弟。咱俩有缘分，是你们在缅甸拯救了我的生命，我不该为中国人做些什么吗？但你现在最该做的，就是把你所有的技术全盘交给我的弟兄们，让他们在战场上多杀几个鬼子，那样我就最感谢你。问你一个个人问题，你和你的
发展的关系怎么样？过去不好，我一直和他合不来。他要成为美国人，我是竭力反对的。直到在英军中收购了打败仗的无能器，我猜出了他是对的。他也在军中服役，不过是在欧洲战场，还参加过两次大战，想学地位战争。 It looks like your father, huh? 我过去和我的父亲关系也不太好。通过这场战争，我现在觉得他是一个好父亲。是因为你理解他了。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往往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嗯，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也有了父亲，是吧？你行啊，你的妻子是谁？大美女，我们两百师的战力故事，回头带你认识啊。啊！呀，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什么？中了什么？把我打中了，一炮打的小鬼的头上，砰！全给他们打傻。你小子打的？谁？美国教官呐，詹姆斯。 你的弟兄们今晚想吃什么，我全包了啊！还傻站着干嘛？接着打去，千万别省炮弹，能打几个打几个啊！好。谢谢。皆さん、我が路だ。 敵の侵略的な射撃を褒美しよう。褒美が続けたらまず観察しよう。もし白攻隊の後に砲が当たければ陣地に入りましょう。次の砲撃を避けろ。砲撃止まったみたいです。陣地に入りましょう。
本以为日本人是没有幽默的，你们看，还是有那么一点。我们跟日本人打了13年，头一回听他们说这种话，看来小日本的自信心大打折扣了。邓指挥，我要回部队去布置下作战道。 抓住日本耗子，一个都不放！我会用行动让日本人在孟总闭嘴的。 General, I'm a 3-star platoon leader. Whoa! All right, no more screwing around. Get back to work. Yes, sir. 哎 ，General, I knew you'd come as soon as the shelling stopped. Well, I got some good news. You took Mungon. That's nothing that didn't already belong to us. That it is, but I got some bad news too. We need you to extend the road out to there, and I need you to do it in 3 days. Yes, sir. General, I have a gift for you. For me? Bring in the gift for the general. General, you. General, you've been so busy with the war, you forgot your own birthday. I had the cook make this for you. I forgot my own goddamn birthday. Hey, those are some good Chinese characters. You write that yourself? No, sir. There are many Chinese experts in the U.S. Army. That was written by Duan Linguo, our Chinese engineer. I believe he's a friend of your father's, and he sends his regards. Yes, that's true. How's he working out? He's excellent, sir. His axe and saw theory. He's giving us great progress. He's got his own little theory, an axe and saw theory. What's that mean? Yes, sir. He believes in the forest using primitive tools to overcome complicated situations. First, axes and saws in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people, cut our way through the jungle, and then we use our machinery to build the roads. Well, that makes a lot of sense. I mean,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a war in northern Burma, it's a war of roads. Sooner in my axe. Zheng Dongguo, well, he's my saw. Now that we got him on the run, Japanese are running back into their little rat holes. They got 3 rat holes. One in Mungong Valley, one in the Hukong Valley, and one in Mijina. What we need are roads to get in there, their little rat holes, smoke them out, kill them. That's where you come in. Yes, sir. General? Can I go to the front line? Son, you cannot. I got another mission for you. Put it on the table. Mission is to take this to your brother,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r brother and his wife. You think you can do that? Yes, sir. Adela老大，你的身世知道了吧？都知道了。你的生父是一个英雄，却一直背着汉奸的骂名。现在真相大白了，你可以幸存百姓了。 你走了，像海鸥飞。
少